让许多台湾车迷难以忘怀的本田雅阁，短时间内不会重返台湾，但全新的第十一代本田雅阁，也就是中国大陆所称的本田雅阁，正式在中国大陆上市。这是广汽本田旗下的第十一代雅阁车型，而广汽本田在20年前推出的第一款量产车型也是雅阁。这款经典车型在众多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这帅气又绅士般的气质，就算没有纯电车型，依旧在中国大陆一大票新能源电动车中脱颖而出，还是能紧紧抓住中国大陆车迷的心。可别忘了，不止台湾有一票热爱本田的本职车迷，就连中国大陆当地也有。广汽本田全新雅阁提供两种不同的动力选择，总共分为7个版本，在中国大陆的正式售价介于人民币17.98万到25.88万之间，折合台币在78到最高113万。其中 PHEV 强电智混车型的车价从人民币22.58万到25.88万元，锐气动车型的车价从17.98万到22.88万，其实对比中国大陆国产车型来说并不算便宜。至于外观方面，全新雅阁的车头延续了本田最新的家族设计风格，大灯与水箱护罩融合设计使车头视觉效果更加宽阔。六角形设计的进气坝内部设有横线和方格状双重设计，透过狭长的大灯组与其相连，下方贯穿式包围营造出简约质感。车身尺寸方面，与上一代雅阁相比，车身长度增加了74毫米，轴距保持不变。新车的侧面呈现出更加修长的感觉，并展现出优雅运动的轿跑风格。细柱的小三角窗向上扬起，尾灯侧面的线条比旧款更加整洁。尾部采用了流行的贯穿式尾灯设计，强调了车辆的视觉宽度，并采用隐藏式排气管设计。全新一代雅阁还保留了旧款车型的小尾翼，使整体尾部更加精致。新车的内装同样采用了本田家族的设计风格，仪表板采用10.2寸的液晶荧幕，搭配12.3寸的悬浮式中控数位多媒体界面，蜂巢状的空调出风口也是一个相当特别的设计，也配备了最新的 Honda Connect 4.0 智能导航和互联系统，同时还支持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手机连接以及 OTA 升级等功能。车辆搭载了 Honda Sensing 360安全超感系统，包括5个毫米波雷达、6个声呐感测器和前方摄像头，此外还具备变道智能驾驶和 ACC 弯道智能驾驶等功能。新车首次引入了座舱环境控制旋钮，通过简单的旋转和按下即可完成操作，可登录8个功能组合，可最大程度减少物理按键，但仍保留了最常用的空调温度、前风挡除雾和后风挡加热等功能的实体按键。至于动力部分，新一代雅阁共推出4款燃油版车型和3款 PHEV 插电混合动力车型。新一代雅阁燃油版车型仍然搭载 1.5T 涡轮增压引擎，能爆发192匹马力，峰值扭力达到260牛顿米，还新增了排气净化装置，使用新开发的低温活性触媒，以进一步降低废气排放。同时车辆配备高刚性曲轴和高刚性油底壳，但传动系统则继续使用 CVT 变速箱。至于全新的 PHEV 车型搭载第四代 iMMD 插电混合动力系统，利用 2.0 升缸内直喷阿特金森引擎搭配驱动马达和电池组成。 2.0 升引擎的最大功率有109千瓦，峰值扭力达到182牛顿米，驱动马达的最大功率达到135千瓦，峰值扭力有335牛顿米。传动系统匹配 ECVT 变速箱，并配备容量 17.7 度电的电池组，在 NEDC 测试标准下，纯电续航里程达到106公里，综合续航里程可达1180公里。此外 PHEV 旗舰版还配备了自我调整悬挂系统，可实现更精确的车辆控制，特别是在颠簸路面上，进一步提升舒适性和操控性。您喜欢这样的全新本田雅阁吗？也希望有机会能引进台湾吗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也请继续支持中天车享家，我们下次见。搜索中天车享家，或者输入 @CTI Car， 就是 CTICAR，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。